是 Handycam 的产品行销，是志伟。那感谢大家抽空前来2012年 Sony Handycam 的新机发表会。Handycam 为了这些忠实的爱用者，我们不断的突破。因此，今天我想要为各位介绍三个功能。那首先呢，是投影的功能。投影系列在去年的3月上市，那广受台湾消费者的好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上面的占比呢，是投影系列占整个摄影机的市场的占比，到现在为止已经达到将近快40%了，这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。那另外，各位可以看到下方，这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许多的家庭和朋友，他们分享与亲人、与朋友、与宠物分享的珍贵画面，这真是非常有趣。因此，我们今年在2012年，如同 Alkisa 刚介绍的，我们会推出可以投影到100寸的摄影机。那令人惊奇的是，它的亮度有2倍。那 Sony 知道，除了视觉的震撼是不够的，因此我们在4月初会上市一款360度的环绕喇叭。那这样子在音效上面会放大到5倍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让消费者享受到视觉更震撼、声音更大的效果。当我们出国游玩，或是露营，或是在睡前，一个甜蜜的分享时刻正等着大家。那另外呢，如果有了这样子的 Handycam， 就好像带着随身的家庭剧院，走到哪、看到哪、拍到哪、感动到哪。老实讲，我的女儿自从看到了投影系列之后，每天晚上一定要看到投出她溜滑梯的照片，她想要睡觉。那我们待会在后面的体验区有放了非常好的投影效果，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体验100寸的效果，以5倍的音量。那我想，录影中最怕的就是防守阵，出现守阵。所以各厂牌呢正推出各种防守阵的技术，那 Sony 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那我们在过去呢推出一个在广角端具备有10倍防守阵的效果，而在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一个全新的防守阵技术，也就是全方位防守阵。那我们先看一段影片。相信大家看过影片，应该知道这个全方位防守阵的功能。那我先说明一下原理。那在过去几种，我们运用了一个浮动的镜片来运算守阵。那新的呢，我们采用了稳定器，将镜头模组呢在机身之内不轻易的晃动，所以因此可以达到广角端到望远端都具备13倍的防守阵效果。那除了看影片不够，我们现场想要展示给各位看。各位可以发现，我前面有2台机器，我们放了去年的旗舰机种10倍360光学防守阵，跟今年全方位防守阵的机种。那我们先来试一下广角端的效果怎么样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的左边就是全方位防守阵是完全没有震动，而右边呢，10倍360光学防守阵也还不错。那我们到望远端呢？10倍360光学防守阵可能就比较晃动。那我们看一下全方位防守阵，几乎没有晃动，这就是我们今年10倍360光学防守阵的神奇。好，那相信大家看到防守阵的效果一定突破大家的想象。那接下来我想要为各位再次介绍 Sony 独家的影像处理器 Beyond， 它最近增加了哪些功能。当我看到欧爸爸的影片的时候，我其实还蛮惭愧的，原因是在3年前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呢，
我其实有在产房，但是呢，那时候为了要记录孩子出生的那一个珍贵的瞬间呢，所以这时候我左边是拿着照相机在拍照，右边是拿着摄影机在记录整个出产的过程，可是我却没有机会去跟我太太讲任何的话。所以今年摄影机搭载了全像素超写相机术，它在摄影的时候同时也可以拍摄2400万画素的照片。因此假设我的下一台我想要右手维持拿着摄影机，左手紧握着我太太，跟我太太讲说辛苦了。那再来是变焦的部分，我们今年可以达到55倍的那个延伸变焦，那所以只要是家人坐在摩天轮上面，一样可以轻松的拍摄家人快乐的画面。随着台湾国人的出国旅游的风气越来越盛，所以呢光用时间记录是不够的，所以摄影机今年开始内建 GPS 及电子地图。那未来各位在搜寻地点的时候呢，直接用地点来搜寻，将会非常快速。最后我想为各位再次整理一下，我们今年2012年总共发表3个系列的摄影机。首先是可以投影到100寸的全能投影系列，包含旗舰机种 PJ760， 搭载了全方位光学防守阵，以及2400万画素的静态照片。那再来是体积更小、更迷你的 3D 系列，以及延伸变焦最大到55倍的高变焦系列，它还有新的颜色，粉红色跟白色。那大家一定很好奇，它什么时候上市呢？那动静皆宜的 PJ580 静态像素可以达2000万像素，将会在3月9号后天跟各位见面。那旗舰机种 PJ760 将会在4月初跟各位见面。那以上。